亲你了没有？亲了一下。亲你哪儿了？嘴还是脸？说实话。嘴，但是。就这样。那好了，我已经为你洗干净了，没事了。好像还有点别的动作，他好像还摸了我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要不我推迟几天出差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怎么啦？怕我斗不过许曦和江云泽吗？不是。就放心吧，好好处你的差。这件事情我可以处理好的，行，乖。我不是让你不要发视频给顾良吗？如果可以得到叶景辰，了不起退圈。好大的口气啊！那你就退圈吧。大明星投怀送抱的头条八卦，这倒是个好生意啊。你和他已经宣布订婚了，就一起和我变成八卦。早在江云泽和顾苏妍订婚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八卦了。这是当时签的合同，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。如果因为许曦小姐的丑闻而影响剧组的话，可是要双倍赔偿的哦。我呢是个生意人，既不失去男朋友，又可以得到情敌的一大笔赔偿，这种事情我何乐而不为呢？你这样到底是不是真心爱叶景辰的？我当然是真心爱他的，只是不会像你一样爱得这么脑残。算你狠。江总，你帮我处理视频的事吧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女人了。如果她跟硬刚到底怎么办？那我就只能认输了。江总，顾总，你看一下现在的热搜。